先买几张邮票吗？买邮票一次拉满的感觉真舒服。来，我们先来一抽十连抽。哇，直接中金羽毛哎！哇，太牛了！我直接中了金羽毛。我两次十连抽，直接中了金羽毛。哇，我是欧洲人，太牛了！然后我们79张，继续抽。这种感觉挺舒服的，看一下，还有19张可以抽，看我有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又回到95幸运值。再磕一点金好了，顺便来抽一波蓄力一级耶，我终于抽到哦，我妈挺需要的一张卡。熊熊燃烧好了，换个叙事一集。
今天就先拍到这里了，喜欢请按赞并且订阅，拜拜。